哦，白痴哦，大声哦，干，等一下哦。吓死人！怎样？吓死我！来，今天要玩。其实这场这个买很久了啦，我还没有，一直没有打开来玩。啊、然后大家应该都有很多人都破台破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想说，到底什么东西？选择赛季这有差吗？选择战队名称。不可爱，这有差吗？我想问欸。哦，游戏名称哦，等一下哦，游戏名称属性。电竞传奇，没有，反正你们八点就知道了。走路中先挂的智障哦！好啦，既然他 S9 就 S9 吧。冠军模式有什么啊？试试看。看到很多人其实都已经玩完了，所以那时候就想说，干，我是一直没有玩，结果错过了很多东西啊。龙魂锁定你。欸，好啦，那就这个了。布布的颜色不要，白色，然后黑色。哎呦，不对啊，他是这样而已哦。那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冠军离我啊、哦，感觉在退役啊。可是手腕的伤痛却导致我就是发挥，最终我们输了。带着遗憾退役的我，整日郁郁寡欢，人生仿佛失去了动力。直到有天，你收到了一个新的邀请，你好，我是不不可，取错名字啦。我在玩什么？我在玩电脑。新的战场，我新的传奇永不灭。嗯，我是就想找个，这也是经营游戏啦，那就玩玩看嘛。早上好，今天就是您作为我们不不可爱战队经理的第一天。我是小仓，哎、欸，不会是那个啊？干，难怪觉得他长那么像，也是我们战队秘书经营的感觉。虽然只是一支组建不久的战队，不过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将其打造成为世界顶尖的传奇战队吧！
欸，看简历真的好累哦。队员们马上就要到达基地了。作为战队经理的，好的 ，X Word， 什么东西？哦，他打上路是不是？队员简历，生日616。哦，不是。然后有打喽，就应该就比较好看到这个看得懂，就是冲啊小啦。反正这打这要么打野，要么中路嘛。这个人啊，这個、一定是中路的啦。会画养宠物，彗星加暴击。那这个嘞 ，AD。那就辅助啦。习惯隐形人比赛胜利时间20，这冲啊小，捡人气耶，承受敌人，这是打low的啊，反正就是要进一个战队啊。队员们刚到基地就开始自由练习了，真是干劲十足。自由练习能让队员获得经验，经验值为了过了这样子的啦啦啦啦啦啦。不过除了自由练习外，作为一支电竞战队，我们还要为队员提供更高效率的方式。我想现在是时候聘请一个教练了，有了教练协助，就能组织队员进行特别训练。事不宜迟，赶快打开管理人员管理。职员聘用，来聘用一名教练吧。管理人员管理，职加加加加加，哎、欸，不要啊！他没有拒绝嘞、欸。我按 ESC， 我按右键都没有用哎、欸。他强迫我要花钱嘞、欸，我不要啊！哎、欸，声音会不会太大？因为我在后置的时候发现声音太小声，我这样爆红灯喂！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把那个放回来，希望大家都能努力训练。关门的事情就交给我了，还是开门？哦，关门。教练作为职员，平时会生产工作点数，当拥有足够的点数时，就能安排相对应的行动。等我一下哦。进行队员特训是教练的主要行动，可以加快提升人员属性、队员属性。哎、欸，他有没有繁体啊？简体看好累哦。等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繁体。商店页面没有，他只有简中，好吧？毕竟这行就是中国人做的。参加特训项目不同，队员们提升属性也不同，请根据队员的位置合理选择特训项目。哎、欸，这好烦哦！工作教练特别训练，打开执行吧。工作教练，然后在干嘛？然后嘞，可以换别的吗？不能换别的，怎么会这么贱呢？对不起，操作反应细节意识。好，然后嘞，开始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很像那个啊，生死格斗沙滩排球一样啊？我怎么有这种既视感呢、啊？哦，睡觉。意思是干嘛？隐形人。哎，信息，操作代表选手的手速以及连招熟练度。该属性越高，比赛中对敌人造成伤害就越高。反应代表选手的反应和洞察力，该属性越高，在比赛中就越容易击败对手和闪避对手。哦，细节，该属性越高，在比赛中所受到的伤害就越低，越容易找到机会消耗敌人。所以说 AD 用，哎、欸，
反正都越高越好吧。该属性越高，在自己当中就越容易 gank 敌人，所以哦，打野用的。然后这个是，反正这每个都要吧。啊，这个也是，反正这主要是打野啊，其他都感觉要了。道具没有。哎呦，白痴哦。对啊，好像是什么维纳斯假期耶，掌上大联盟，梦想成就，梦想就此起航。大家好，我这是掌上大联盟的新闻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今天头好痛，没有睡好。今天浅浅不知道为什么叫的特别热烈，还有睡午觉睡的不是很好。我们第一个时间前往了去。要多久啊？关闭啊！特训完成。哎呦，加一，这下忘记了，忘记了。那这是意识，好。不过想要获得优秀领队，然后对他们进行制，又要花钱。管理人员聘请，好，管理人员聘请。乔安娜，你好，乔安娜。希望基地能给队员带来家一样的感觉啊，家吗？现在有乔安娜这样的领队，一定能在。一定能够说服很多强力队员加入我们战队。不是啊，一个战队那么多人干嘛？对了，不久，在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中，我遇到了一个充满梦想的少年，不如就从他开始交涉吧。谁？那么打开工作领队队员社交。哎，我记不住哎，工作领队。队员社交，我不要英文吗？看不懂。花费星星，他的是什么？命运赌徒，奥数法师，这雷兹嘛？啊，飞机，好好好好好，黑玫瑰，哇哦！密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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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开始社交。三小时是，这是限时时间三小时吗？我的天哪！哦，不对，时间过蛮快的。不是应该让所有队人？你跟我讲，确定不是社友吗？我觉得是社友啦，这我就不知道。假期安排，首发承诺，首发承诺咯。哦。他不喜欢首发哦。好啊，那就这样啊。交涉完成，现在可以在队员去台上跟他签约了。没想到你的你一定是啊，一定是新手教学才如此顺利啦啊！既然达成了意向，那就剩下签约了。与选手签约需要花费一定资金，同时选手入队后，战队的工资帽也相对已经减少。刚刚管理人员队员哦，哎、欸，我记不住哎、欸，太多了啊！这个钱怎么比那个还贵呀、啊？你的梦想是用钱衡量的吗，少年？你不是有怀抱梦想吗？开价怎么那么高？我的天啊！你只是为了钱吧？你根本不是为了你的梦想啊！金钱蒙蔽了你的双眼啊，我有自信击败所有对手，无论是谁。好，你最好给我拿到世界冠军。哎、欸，感觉这真的很像农场养成经营游戏之类的东西耶、欸。等一下，哎，好像收到一条新消息，现在打开消息中心去查看吧。好。收到了新的赛事邀请，做好参加准备吧。
你好，我是一个本地灰狐战队的教练，听说了这里的人生学的人，所以特地，哎呦，踢馆的，我没想到这么快收到底下带人，或者就是个好机会。现在打开赛事，灰狐战队邀请，报名啊，报名字，赛事，来啊，踢馆哦，步步可爱，报名，成功的报名，灰狐邀请，比赛就在一天之后，以冠军准备加油吧。关闭，好，我们工作队员特训可以换人吗？我该换队友了。现在是这两个吗？哦，这个这么高哦。那我们看看谁比较低。等下他是中路吗？这撞脚撞到了啊！等一下哦，那我要嘿，很低耶。好吧，那就是你们继续加油，加油，乔安娜，对不起，你在干嘛？眼保健操，十一名选手，哎呦，未解锁，哇，这游戏有得玩呢，我是不是应该早该开这个游戏玩啊？天哪，早安啊，早安，早安！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了，真是忙碌的一天，真的呢。不过基地晚上会有不一样的精彩，就是在晚上会有相同的经验。队员们晚上会根据各自的晚间安排参加健身与娱乐活动。那么现在享受基地这个什么？这干嘛？他们两个男生哦。都已经在这边玩，还要在这边玩哇！再来一次，开始这是消耗什么哦？上面这个哦，好 ，gank 训练，哎、欸，不是 gank 训练啊，应该给那个。你好，我是董事会代表，没想到你有刚刚上任的一天，就把战队的工作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。那么作为董事会，我要啊，给我钱。因此，我们设立的经营目标，详细说小张什么？代表说的目标和奖励资金是什么呢？现在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好哇、啊，我刚刚仿佛一瞬间看到你光光的头呢。不是啊，你这个吸力那么久，菜单就是目标。好，目标会有三个，当前的目标完成后，会有新的目标自动填充。如果你觉得某个目标有点困难，你还可以先替你跳过，不过每天只能跳过一个哦，感觉是每日任务嘛。请努力完成这些目标来赢得左右奖励，加油！好，通过提升四次反应，四次细节，比赛中进行三次爆发。怎么个好？哦，这是跳过的意思哦。好，哦，好，有人来了，不会念插握的，想要和你讨论一些游戏规则。众所周知，在比赛中 ，ban 角的最重要。那么，请问 ban 角的选择顺序应该是怎样吗？先 ban 后选。啊？什么？我选错了吗？不是 ban 完之后才能选完吗？我错了吗？你不要难过，对不起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、欸，我记错了、哦。哈，工作教练队员特训，又是 gank 训练哦。gank 好了，给打野啦啊，打野嘞啦，哦，江狗，哎、欸，那不一样啊，开始，十二点前哇，要十二点了，所以不行是不是？工作，好吧。十二点了，大家要睡觉了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早安。
哇靠！啊！前往比赛会场吧。欸，其实以前都会看小仓的那个解说，游戏的玩法，或是斗争特工的那些东西啊。欸，最重要是小仓他有玩魔兽世界，然后那时候有些 UI 都是小仓的声音，所以那时候觉得小仓声音，哦干，怎么那么耳熟？赛场的气氛真是火热啊！没想到仅仅是我们这两支业余队。战队的比赛竟然吸引这么多观众，马上就要进行战队支持率的比拼喽！当然，粉丝数越多的战队越容易比拼到胜利。你可别小看这些观众力量，加上可以带有信心十足。如果我们战队赢了比赛的胜利，队员在比赛就会获得额外的爆发值。好，刚想说爆发值哪里来的？等一下哦，他谁啊？让大家觉得今天是我们的解说洛斯，这是怎么样？音吗？还是心？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了。嗨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解说记得。不行，这怎么念？我记得念心吗？我查一下。心，有人可以跟我讲吗？因为等一下哦，对，心洛心，好。我说记得，今天看那边，本场比赛中，步步可爱又当回复。数据上来看，步步可爱有绝对优势，不过相信不是全人输。你们在陪我？你们在讲那个边角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在战术上哦，后手比较有优势，先手靠背。心呐、啊，念心。耶、yeah!。那这时候我要播那个音效，等我一下哦。最近才跟哈基拿到的，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好，安排出场阵容，除了参考队员评分之外，还要了解他们的状态。现在就点击更多属性按钮来查看吧。前面更多属性。好，红色和低代表队伍的活力值，队员的活力值越高，在比赛中累积的爆发值就越快。蓝色桃心代表队员的心态，队员在比赛中被击杀或丢失地图资源，就会导致心态痛。如果队员心态减至零，本场比赛陷入情绪失控的负面状态。哦。让我们把替补席上的新的队员替换到出阵内阵容中吧。希望他在本场比赛中有发挥出色的表现。要换谁啊？换中路是不是？呵，一样啊。那换什么？哦，中路换中路哦。啊，这个就1150块的嘛。来来来，下一步，下一步。马上就要进行边角环节啦，因为这是你首场比赛，所以即可选择自动来观察学习，也可以尝试手动来。手动啊，第一场比赛要亲自边角经历，你真的是勇气可嘉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开始表现吧。首先，我们通过查看对手信息，以了解他们的英雄池。最佳选择是禁用对手锁链。我看一下哦，哈，鳄鱼嘛，哈，鳄鱼嘛，哈，
啊，他一二三是什么意思啊？三是最强吗？你觉得哪一路先崩掉比较好？等一下哦。哎，还好他没有秒速。圣光之王到底是谁啊？凯尔吗？不对啊，会不会编到我自己的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一模一样啊！傻眼哦。啊，明明就一样。哈？冲啥？哦，白痴哦，有啦，他一样的角色，可是不一样的数字啊。命逆命跟飞机，逆命。然后飞机，在这里再选一只。三的是谁？圣光，打野啊，还是这个是雷文啊？禁用。好，他变了我哪一只？这是哪一只角色啊？哦。你还有哪个是三的啊？给我交出来哦！杰西嘛，杰西，金庸。可恶，你真会编。那我要鳄鱼，锁定。欸、白痴哦、喔，选角哦、喔啊，不是选角，因为是后手，所以一般觉得两名英雄。接下来让我们选一选。哦，我的天！不是啊，我，好啦，李星，锁定。再来是选啥？雷兹。第一阶段英雄已选选，然后第二阶段进入英雄。好，剩两只了。好，我要毁了你的打野，我把他ban了。他说什么避免负的？我没看到，我上路没杰西哦，哦就选错嘛，哎真的哎，没办法，第一次玩，感谢欧巴马嘛，哇，好棒，锤石。好，下一步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他们自己玩啦、啊。你要把那些拉起来，你的后期是次。什么意思？所以，看右下角，哇，我都没看呢、欸。掌握了这些技巧，像你在比赛中已经有点，请加油！好，加快游戏资讯，智能回防，这干嘛？哦，看角色的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来解说吗？不要吧！哦，他回家了。好，我们的奥巴马回家了啊！我们的辅助被杀了，然后这样子一直讲。
我是觉得这有点呛，有点好笑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加快进行啊。反正现在3-3人头数嘛。好的，我们又送头了。好了，我们头又拿回来了。下路加油啊，下路！我就这样看有点好笑哎、欸，完蛋了！这到底适合拿来直播吗？第一条小龙成功击杀了，让辉哥在自己上墙上一层，我们受益喽！